我真的不喜欢红夫人了，但没办法，因为这个是金皮，而且是伊莎贝拉，所以这是约定梦幻岛联动的皮肤。有人说这个放上椅子之后呢，会有一些变化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挂件的关系，还是本身就有这个能力。但是感觉看起来好像这个角色感觉看起来不强啊，哪里有金皮的感觉？没有金皮的感觉啊，他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？拭目以待。好，是个牢笼这个镜子是个牢笼，是个狠角色恐惧症者还蛮帅的哦。好 ，OK，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。敌方的阵容，对，宙斯、幸运儿、魔术师、瑞恩师、看电影、祭司、调酒师、先知。好，幸运儿好像被我打到一次正则，感觉像蛮亏的。不过他应该会许愿枪吧？他应该会开我枪吧？没意外的话，在他快要不行的时候，老套路，果然是这样。目前感觉他的镜像很凶，对，有没有这个牢笼的感觉很凶？好，等一下去了啦，人嘞，反方向跑。跑进去里面，然后我应该可以抓到他吧？我有闪现我的好伙伴来了！可恶！刚竟然没用到。好啊，对了，是杰克啊。杰克感觉不知道，我觉得杰克很难用。应该是说，因为逃生者的形态、还有熟悉度、还有这个玩的。感觉套路太多了，所以杰克变得是蛮弱势的，我觉得啦，杰克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存在。好 ，OK， 放上椅子，总算抓到幸运儿了。好，接着继续来防守一下勘探员，是该防守一下吧？哦，救掉，补一刀，补得很好不错，玩得算可以啦，没有拖累到队友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放上去。然后，他现在是要用灵柩是不是？灵柩在那里，我现在过不去。这谁？打到了，打到了，灰啊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灰，帅，帅，可以，可以，前期玩的还不错，好。我的表现仅止于此了，后期就交给你了，杰克。我尽力了。好啦，这个皮肤感觉好像很普通，但是又有一些让人家意外的感觉。他那根棒子蛮强的。对，有人有看过《约定梦幻岛》这个动画吗？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角色，感觉好像蛮厉害的。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感觉，像是管家吗？还是女佣？反正他的皮肤造型就感觉像女佣或管家的感觉。好 ，OK， 看一下这边没打到。好，真的椅子有花对，大概研究一下，第一次的花是白色的嘛，然后第二次放椅子的花会是好像比较红一点，然后第三次是完全红的吧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不是这样？就是椅子飞掉之后，地上留下红花。现在果然是个狠角色呢，那个红花应该可以想象是。用血去染的吧，是不是？用血染红的感觉吧。好，这是勘探员，这是祭司，要追谁？挺犹豫。好，过去了。那我先……没回到。好，翻过去。然后来看，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联动的。角色啊，应该是配音可以再配过吧，因为我觉得声音不搭，就是红夫人的声音啊，是不是？角色都要那个了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成本的关系，但是金皮是不是？这金应该不错吧？还是太花时间了，太花费用了，太花心思了，好吧？无论如何，反正他就是没有。OK， 又被我堵到了，这是一个老皮肤。梅林法师是吧？好 ，OK， 放上椅子。好，飞掉了。忙了这么久才飞掉一个，是不是？飞掉的人也太少了吧？好，踩掉。好，放上椅子了，祭司，看一下能不能挥到。挥，居然没挥到。可恶，可恶，这谁？这皮肤该不会是，该不会是我之前玩过的菲尼克斯吧？
物恋师。好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哎，没回到。那根不是棒子吧？那根是蜡烛吗？我现在仔细看，好像是蜡烛哎，是蜡烛还是棒子？哎，是刀哎。好，回到了。到底什么工具啊？好奇怪的武器哦。过去喽，过去喽，过去喽，过去喽！我要过去找你喽，但似乎好像有点困难，距离有点远。哎，这谁在破译？肉丝。哦，有一个痛快是不是？奏向痛快。好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要来了，小心！哎呀，闪现还有一点时间，好吧，买一下东西好了，有点难追。OK， 加速剂。干扰一下破译。哎，破译，可恶！你给我破译掉，过分了哦，是不是过分了？还用了香水。哦，杰克过来堵，杰克过来堵，杰克堵到吗？好像没有。杰克好像玩的也不算太好吧？对，好像我们两个都差不多，半斤八两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压力就没那么大了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因为队友玩的不好，然后压力没那么大。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这谁？主机在这里耶。哎，哦，在哪里？我、哦、看到了，竟然没挥到，亏，差一点点。这谁？哎，一开始的幸运儿哎，我又开回枪。这有几把枪啊？而且还破译掉。不过好在现在目前是怎么样？他没有带大心脏，好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我一定要把你放倒。来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这下打不到，真的是说不过去哦，真的说不过去了。用闪现抓了，没办法了。闪现，还想用分身呐、啊？好，可以了，第二次。哎，这样飞到几个？路人设被救掉，好、啊，又倒了。好，幸运儿飞了。人数中，请求协助，我来协助。附近有耳鸣。哎，大门开了是不是？啊，我来防御这边好了。防御得掉吗？又倒了，再补，再补，再补，调酒师，补补补。耶、yeah, ！枪倒，加上又用了香水，亏死。好，这下好像有一点，有点逆转回来了。没有，应该是平局而已吧。好，这边有人，赌一下，赌。没回到，这谁？祭司。好，要对付祭司并不是这么困难的事情，但是困难的是他离大门很近。所以应该会不会逃掉吧？有没有可能？喂，是逃掉了，又开一枪。我今天到底接了多少枪啊？我今天到底好跳手是在飞掉，我们就赢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那赶他们走啊！走，上先知，人数众多，请先知。我们守住先知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给你啊！好，又倒了。然后我来追先知，让他跑走就可以了，我们就赢了，是不是？还是最后杰克因为有抓到人，又多抓了一个，所以哦，逆转呢、欸，好扯哦！啊，赌一下，赌一下，嘿，该走了，还晚，还晚，我镜像，你还跟我玩，还回不到，好哦，回到了。好，走掉了，耶、yeah, ！这样也能赢，超扯。